学校顶楼，我有看过。然后我们听到草丛后面有怪声，然后结果有一对男女在做那一档事。这是南村旁边的长椅处，也就是一间宫庙旁边的禅宗厕所。那他这样会害怕有神明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他说他没在怕。可以。我觉得在一起之后，哦，要在一起，嗯，我觉得可以。你有朋友就是很坏吗？有，就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然后本来只是单纯的想约会，然后交个朋友，结果呢，就是觉得对方还蛮迷人的，本来想约去夜店，礼拜一，然后就很多夜店都没有开，然后男生就觉得说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都可以这样子，然后女生就跟男生说，可是我比较想睡你耶，可是我比较想睡你耶，怎么还？对，然后男生就脸红，然后就说，都可以这样子，可以，就是看感觉。感觉 OK 对，不行，太快了。什么时候之后可以？交完半年以上。能听到吗？交完半年之后，你有达到门槛了。可以吧？男生都说可以，还没有那么快吧？对，大概第几次可以？这个有点难说，就看感觉吧。看感觉。我也觉得不行，太快了。我觉得不行。在我们的年纪应该不会的，不敢，应该不会。OK OK。可能会手都不敢摸。看情况了，对，我觉得男生的角度来说的，当然是可以了。不可以啊？那你觉得第几次可以？交往后才可以，是是是。我觉得不行。因为我毕竟是第一次约会嘛，我还不确定他的那个人是怎么样，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好，可以接受抱抱或是牵手，后续的话可能真的要再熟悉一点才可以。不行啊，不行吧，太急了，大家不要，大家冷静。不可以。那几次哦，我觉得可能看感觉吧。那第二次又有感觉？没有，那太急了，大家不要那么紧张，。那你觉得呢？我的话，约会可能还不行吧，但过夜可以。要看我有多喜欢他，有些对象好像可以，有些对象不行。许光汉可以，许光汉可以，可以，我可以。太急了，大家不要，大家冷静。看对象，如果真的长得很帅的话，把握机会吧。第一次哦。先不要，不行，搞出人命怎么办？先跑友。对啊，然后就泡了，就约了一，后来就没了，这样好像蛮尴尬的。可是如果两个人都觉得很对方很顺眼，然后觉得对方好大哦。就是我是雅主，然后有听说过，可能以前的助理或者以前的医生之类的，在诊所里面看牙齿那个，没有，这可能之类的，医院的厕所，一起去医院看病，然后一起去厕所，对对对，哦，所以很奇怪，对，不舒服的时候还是可以这样，对，然后还有四四南村旁边的长椅处，国公，也就是一间公庙旁边的禅宗厕所。不会，不会，他说他没在怕。茶水间吧，就，可是那也不算很奇怪吧。公司的茶水间。就是假日，然后没有人会上班，刚好去拿东西这样子。所以两个人是同公司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。对，他们两个是同公司的人。对。还蛮酷的吗？哦，我以为很正常。办公室不是很正常。高中的厕所，大家都流传说那一间厕所很多人会去打。可能是打不正地吧。在医院外侧厕所，我朋友住医院宿舍，然后他回宿舍都会看到。我会去爬山啊、露营那一些地方，
然后那一次就是我跟我朋友去爬山，然后爬到后面我们找了一个山腰的地方休息，然后我们听到草丛后面有怪声，然后结果有一堆男女在做那一档事。那是白天吗？对，白天。哦，我跟朋友第一个反应是很大，是说哇你们那么刺激哦那个男女都吓死，然后我当下因为他们白天看得很清楚，而且他们还脱得真的很干净，我看到那个男生围了他们就赶快捞衣服跑走，因为我那个男生朋友还很坏说，哎，不要走啊，再表演一下嘛。学校顶楼我有看过学校很多残障厕所，因为现在都可以骑机车，然后很多人就跑山之类的，然后就在山里面。旁边对，对，真的野战野战。那你说你看到顶楼是你在白天吗？就是在我那个晚自习，然后我就因为我就去上厕所，然后听到有奇怪的声音。那描述一下那声音是？就是对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想要装啦，害羞了，害羞了。